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黑三死人法师的游戏视频。上一期呢也是这边是在打 Great Rift，我估计这期呢就是还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，也是跟大家提个醒，就是不停的去打这个 Rift 的一个内容。我也是没有，就是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高级啊，所以说究竟就是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？是不是？哇、哦，又有这个怪，天哪！我觉得我都怎么拐角就有敌人，我觉得我就不能说话了，因为这个怪我实在是不太会打了，他的死亡后会爆一堆毒物出来。I must wait longer. I'm losing strength. 在这个里边。我觉得我可能就，我就不怎么说话了。这个也是请大家见谅，因为这个怪实在是需要很高的就是判断力。我说话的时候是真的是没有精力说是看，就是来一波怪，你是去看这个，就没有精力说是看这来的这波怪里边有什么样的敌人，主要是我给我找个借口，就是因为我在说话。就是去判断这个怪里面有没有这个会自爆的怪，然后再去根据情况，总之会让这个战斗会我会分神，也就又死了。估计就是这一层有这个怪的时候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觉得这是烧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被骷髅弓箭手打死，好吧。哦，这是有金化，都没有意识到，这个火能不能熄灭？This world can abide you no longer. 一个没注意，是又被毒死了。这没有办法，就是冲的太靠前了，是不是特别好？就是刚才应该是等于是没有走错的地方，导致我的骷髅法师都消失了。刚才是想冲靠前是去。All must serve the cycle. 那就想上前去吃一些血球之类的。I'm losing strength. 这边也是会被毒到吗？这毒的距离我是有点不能理解啊，感觉上完全毒不到我的。I have long waited for this knowledge. 这层我就不打了，感觉上特别的恶心。The night embraces you. 哎，另外我的这个技能，这两个技能怎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Weakness consumes you.
其实那这种情况就是很，我觉得是节奏不错，相当于是有很多怪，然后血球也是源源不断，可以一直的打。像现在就是一个真空期，就是怕，等于是这个 build 就是怕真空期特别长的时候，就是在说话，真空期特别长的时候，就是会导致你骷髅法师的。他的是跟不上，现在我感觉上已经是游戏有点难了，我一说话就是容易死。啊，这死了吗？又死了？好像没有啊。这应该是之前，应该是之前触发的。I must wait。另外，这个技能怎么是会显示也是有问题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That is not possible. 这个敌人是很多的血嘛，怎么感觉上这么打都打不死？就是什么情况？感觉上有时候这个死人法师的瞬移真是好奇怪啊！The night embraces you.I need essence. Give it more time. 可是血球的掉。掉落啊，感觉上很奇怪，有些时候这个血球是莫名其妙的往一个你完全相反的身后的方向掉，不太清楚是怎么出来的。哦，好像我明白了，应该是我的就是我传送。宝现在比较尴尬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法师怎么不攻击啊？刚刚我没有看错吧？后面法师在那站着，什么都不干。这样还是优先升我的宠物宝石，它是90%的话呢，直接是改一改，大概这么样子。I need to go back. 现在还是会死，但是没有死的那么多了。之前死在，我觉得还是死了很多。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嗯，好奇怪啊。My master would take pride in fortune favors. 我倒是不是特别有问题。What? I didn't even know that is too expensive. Oh, 打到了一个新的东西。这边还是没有孔，没有孔带攻速。一个 Asian 版本的，但是属性太糟糕了，估计我就直接拆了。这个玩意儿，之前我佣兵的增加经验值，增加暴击，增加181经验值，这14491%的暴击，这个没有暴击，这个、估计还是拆了。拆了这个东西呢，这是发刀扇的那个，这等于是晕眩的敌人是能降低12%伤害，应该是也算是一个生存箱的护腕，但是属性不是很好，估计可以留着是给他准备拆了。这是 Witch Doctor 的。不知道这位是不是特别的熟悉，其实我觉得就无所谓了。这终于是肉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腰带啊，
但现在我已经有更好腰带了，我是之前是一直想要这个能增加两码拾取的腰带，是一直是打不到，现在打到的话呢应该也是没有用了，这只能我估计也就拆了。两个 Black Sword 东西简直是想都不想也是直接拆了。你吃血球的时候是对二十码反应增加379的武器伤害，活武器伤害。我吃血球好像我感觉上我这个 build 的血球并不是说掉在敌人中间啊，而是掉在满图哪儿都是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用，应该是等我的血球应该是敌人已经死掉之后才会制造出来，所以说吃的话应该也不是特别好，就可能留着拆了吧。这东西呢反正我现在物品栏中还是有位置可以。也可以留着去幻化，不是幻化，是去给它提取了，大概这么个样子。我退游戏，我再进一遍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。怎么又给我传到第三章来了？好像这位置没有问题了。将接着打。怎么又有问题啊？我可能要把游戏大退一遍吧？还是什么情况？这我从来之前一直没有遇见过。No。是怪太少，我的骷髅法师没法攒到，光攒到四个。真是好少的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又 bug 掉了。I must wait。哇，这边还是有些就是不太好躲的怪，他直接跳过来跳你，是没法。这是直接给我秒了吗？我看打了我是700多 K 的伤害啊！啊，又把我秒了。No, Rathma has blessed me.I can't do that. This is 没有办法了，我已经比较小心了。这个敌人直接是他冲过来，我是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我估计我要换腰带了。现在这个等级已经是。这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完全是就是屏幕很混乱，完全没法说是知道这有什么敌人。
能不能啊，他应该是没有插件，可能还是魔兽玩的被魔兽宠坏了，像那种插件比如说有什么敌人的时候可能自动标记啊，一个警报什么的，就是自己资源要是说能监控的话会更好。现在就是我是觉得很麻烦，需要不停的眼睛要瞟下边的东西，但现在可能是不需要瞟的太多了，只需要看我的主要的资源就够了。之前好像有些技能的 buff 需要监控，这个怪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直接跳过来，我觉得这么多的怪我是哪，这完全是看不见啊。而且我的持续距离不是很长，持续距离长的话是可以很好的把我的血流给加上来。This world can abide you no longer. 不过我觉得死。其实现在也可以不用换装嘛，因为虽然说有死过，但是说就是还是能打。我的时间是完全全的是在这个地牢的。You will make a fine corpse. 在地牢等于它的规定范围以内的，我等于是完全目前还是在领先，所以说。这怎么死的？被火头喷死的吗？还是没有。就没有武器的那个镶嵌啊，没有伤害应该是低很多。又是被。My health is restored. The grave beckons. 哎，点到什么？Give it more time.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实在是我是看见了，但是当时我在正在按着别的技能。不过就暂时这个样子了，死几次就死几次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我是觉得就是我是领先在时间轴以上的，我觉得要是说。现在并不是说是因为，就说是死的太多，从而是导致我的进度是被拖慢，应该并不是，还是先这么打的。其实，我又想了想，可能感觉上也不是特别正确，因为我觉得这么打就叫应该是会有一个阶段，我应该是不得不换上更多的保命箱的东西。我觉得还不如就是现在就直接换上，就被这个远程攻击是直接打一下就直接死掉了。哇！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刚才在看地图，然后这边直接是出了一个敌人。That is not possible.I have trained well. You will make a fine corpse. I must wait. 好奇怪，为什么我的
哪有攻击又攻击变卡了呢？ The Rift Guardian is here. You have tried. 这个 Rift Guardian 是很弱的一个怪吗？为什么感觉上就是整个我打的比小怪还要弱？应该还是90吧，啊，就是每个，就是我每次打应该是能升两次，两次是100，然后第三次是变90。Hello there. What? I didn't even know I had. I cannot afford that. My master would take pride in this. 这样先把这东西给鉴定了，我估计就直接换腰带了。嗯，先看一下其他的腰带啊，这应该是增加护甲是吧？我应该是这儿有一个，这是。增加护甲跟血，我觉得这个肉点是不错，34的额外，这是35的额外金币，我觉得留着这个可能是直接拆了。对20击力对冰冻的敌人造成这是什么 10K 的，就是1万的武器伤害。我有吗？我的第一把剑是什么？不是这个东西，可能也留着。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了。这个打了两个 World Boss 还都是 Asian 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个肉点儿，等于是把寒冷伤害洗了。这个呢？把攻速洗了，这是附属性，感觉上这个附属性降低肉搏伤害，这增加 Arcane 的抵抗902 933 8%的暴击跟10%跟94%的这个伤害实在是太优秀了，估计这个我只是带这个呢，我可能给我主账号的那个法师好像不行，那个法师应该是有套装的，这个就先留着吧，它是一个 Asian 版本东西。这个戒指我打到多少个了？打到了这么多个，打到了三组啊，而且这边是打到两个 Asian 版本。但他们的肉点都不是很好，所以说这有降低 CD， 降低技能，不太清楚有没有什么用。这玩意儿也现在是没有地儿了。最近是怎么了？我想重铸护人符，但是一直没有绿宝石。但是这个护人符是我原来是想重铸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没有用了，这个可以拆了。得是用这个新的 World Boss 把它寒冷伤害重铸成一个孔，应该会伤害会高很多，大概这么一个样子。这些东西没有用是吧？然后这两个东西我现在是没有宝石是不够是吧？我现在能造最多的是什么？紫宝石。我只能是就是合一些宝石出来了。
small, but I'll hurt you if you try to steal from me. 我要应该是要绿宝石。在哪边？在这边。可是把这个寒冷伤害洗成一个口，这怎么要黄宝石？之前不是要绿宝石吗？戒指要绿宝石，哦，戒指要绿宝石，这东西要黄宝石是吧？我黄宝石应该是够吧？摁错了，想摁九的，没想到摁歪了。看一下没有搞错吧，应该是没有搞错啊。等于是有孔了，然后这个腰带能洗什么属性呢？能洗出一个装甲来，我觉得洗装甲吧。别的这个副属性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啊，就把这个装甲洗出来。300多装甲，这个能肉到多少？397、373，应该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东西。我觉得我再肉三次。378算了，就大概这么个样子。等于是这边是增加会少很多 DPS， 但是我现在主要问题是生存而不是 DPS。 这东西给它拆了，装到这边，就是这个新的护身符应该是加了很多 DPS， 也是能给弥补出来。然后腰带呢，估计先存着吧。这个呢，我佣兵现在带的是什么？带的是这个，我估计就拆了，没有什么用。大概这么样子。这个可以现在是不加智力，而是加一些体力，没准能增加一些生存。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的就带这个腰带之后，应该是能降低42%的一个伤害。基本上就是现在就是见到怪就是随便诅咒一下，也是保持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在，应该是有会显示一个 buff 吧。应该是有 buff 吗？好像是没有 buff 啊。You will make a fine corpse. 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，就见到人的话，直接就是去。我想试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 Tomerton， 所以说也不是伤害不是很高，所以说是测试不败。那这个也是一直有显示，也是很奇怪，我没有理解错吧？显示是只要是有一个敌人被我的这个诅咒是直接影响到的话，是直接是增加42的伤害减免。我是希望能有一个 buff 是能看出来，可能是跟我理解的还是不太一样。但是我是起码说我需要去追踪，等于是这边是有这个技能有没有激活。真的是非常希望是能有一个插件，就是把所有的我需要追踪的东西放在比如说我这个屏幕中间的位置，因为一般我打的时候我是基本上只是会看我屏幕中间的东西，很难说去看上面跟下面乱七八糟这个 UI 的界面。可能还是魔兽打多了，魔兽的我插件也是用的很多，基本上我的习惯就是去我需要监控的，比如说我的
我的血，然后我的资源，然后一些主要技能的 CD 循环，基本都是在，我觉得就是在屏幕的中间这么一个位置，其他的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是全部放到一边。然后我魔兽中我所有的按键我都给它大概是调到只有这么大吧，好像是四排按键，也调得特别小，因为基本上按键你是会背下来的，完全没有必要说是你去看按键，所以说可能是被宠坏了，现在是有点不太习惯，不过也就这个样子了。有点，这是算是题外话吧。这样这期我觉得时间是差不多了，我估计呢可能下期是还要再去 farm， 也不是 farm， 就是去打这个瑞普再打一期，估计现在是能打71，下期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把75给打完，打完之后等于是这边这个 journey 应该是能完成，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。另外呢我估计我要是去蜕变游戏，看这个显示是很奇怪啊，当然我是觉得没有什么，可能有些人会看完后会抓狂，我就还是去推遍游戏给它修复一下吧，大概是这么样子。这期呢也是相当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